他们好像都跑走了。紫色。那你们就都准备好再过来吧，我们就可以。没有、啊，你没改那个啦，我好多、啊、好多、啊、好多野人啊，在这。哎呦，要攻击了吗？我、哦、还没有攻击，还没有攻击啊，还没有攻击啊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了！我到了，到了吗？对，这边，就这棵树啊，你不觉得很像第二张老照片、啊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的武器现在好强哦。对啊，砍三刀就到这里了。找个角度应该是……哎、欸，云后面。角度。哦，好险，好险，跑掉了。哦，我看到他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成了萤火啊、哦，成了萤火。八七啊，飞、哦、机，这是我刚刚的。哎、欸，云月旁边，云月旁边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我砍到没力气了，等一下，好累哦。他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挥挥一下，挥一下。靠近海边吗？这个算是靠近海边啊。对对，海的那边海，哎、欸，对，那边有一棵哎，哈基，你看。哦，好大棵哦，真的。那边有一棵大树。不是那棵哎、欸。所以不是这棵吗？那个比较像是啊，不是啊，还是要我看一下。不然我们先把这个砍掉啊，等你们过来啊。杰瑞，你们去哪里？他们在那边，我们在。我知道，下去哦，下去哈基那边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好好好，红色的点啊，绿色的点那个，等下我们也可以过去，那个是船的。绿色可以看到，我看到绿色。我看到你们那个是黄色的旗、哦，我有看到有啦，红色、红色、红色、红色的。我们还没到吧？变红色了，对。哦，是对面那一颗哦，哇、哦，它长得那么像。它去走到另外一边了、欸，你们是不是不？对，好像是对面。哎、欸，我去找那棵树了、哦，好像是对面那一棵，好像对面那一棵。那就跟哈基走吧。跟哈基走，好。这里的箱子都被开过了、嗯，那些都我开的、啊，我开的。哦，你们应该可以拿吧？里面东西应该是分。把全部拖在海里去。哎、欸，有鲨鱼头啊！又有鲨鱼头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哈基去那个树之前，我们先准备进这个船好了啦，不然等一下要绕回来，很烦，觉得累。哦、那艘船哦，好啊。对啊，小帆船。哎呀、啊，这边有艘小帆船啊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啊，龟龟又要跑上来了。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钓鱼下巴。下巴可以烤来吃吗？可惜不能放包包。嗯，方便。你看前面那边帆船啊，过去看看吧。海星是可以吃的海星吗？海星可以捡吗？好像是装饰吧。海星捡不起来吧？捡不起来。海龟，海龟死了。好多海龟。这里有一张，这里有三只海龟。哎、欸，你的帐篷放哪里啊？我想先记录。你说我的吗？没有，我那帐篷是，我那个帐篷是临时住所，所以爆了。海龟。就是树叶的那种是，这边还有一些砍不到后面那一只，可恶！有件酒跟金币，砍他头，砍他头！哎、欸，是录音机吗？还录音带？录音机、欸？录音机？那可以听录音带、欸。你们先上来，你们先上来，这边上来吧。来了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你们。我，等你们。我刚刚在跟海龟玩，船头有什么吗？没有，那就在抓绳，有绳子，沉下去啦。超级留言可以了啊，只是没有。跳出音效通知啊！要不要测试？他才是看得到啊！要测试一下，不用测试。双黄瓜酱哎、欸，没有想到，我每次忘记打火机。有布娃娃照片哎、欸，嗯，有船长帽哎、欸，照片、哦、好多东西哦。这个牛奶是听你过绝世中小孩子哎、欸，所以这个锁起来的是要那个悠悠卡是不是？你看他这边有个门是锁起来的。哎呦，为什么会有一张是那个？多角怪的照片嘛？哎呦，我拿到一张照片哎、欸！是啊，什么泰迪熊吗？泰迪熊，消失的小胖子，泰迪熊的，看到小胖子的照片。泰迪熊那个是那个、欸、多角怪的照片。哦，这边可以存档啊，这边可以存档，这边可以存，先存一下。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人头啊？等一下，他们在吃人头啊！卡住了，哪里有人头？先让里面的出来，又那个捷运都是这样子哦，要乖。欸、真的是人头哎、欸！对啊，先存、欸。他长得好像别人哦。我也存一下。氧气罐你们要拿哈，感谢测试。有钱币，钱币哦，长得好像真人哦。你们录卡式录音机，录音机要拿哦。我没拿到，在哪裡？在哪里啊？在那个在边边这这桌子这边，桌子这边这个，里面这边，哎、欸，哪里？这里，桌上这个吗？对，我拿了吗？它在哪个位置？就是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卡式录音机，我看到了，好多钱币哦。我有拿到吗？啊、哦有哎、欸，卡式录音机，哎、欸，恢复精力，听可以恢复精力耶。我哟，
可以放理智了。美丽的时候听一下就好了。这个吗？卡带、哦、有，我有卡吃录音机。所以这里就是这样子了吧？要放耳朵听是不是？这边有一个密码锁的。可以合成。还是要合成卡带的录那个录音带的东西吧？哦，好嗨哦！这有版权吗？哦、没有吧？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拿到可以听的。哎、欸，有啊，下面啊，好，看到一个，看到一个，可以听。再就点它左键，装备，然后点它左键。嗯哼。哦，我在听啊。哦，回蛮快的、欸，其实。好了，我先不听了啦。按一下还是按两下？按一下就好。按一下就好。按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没有。真的慢慢嗨啊！真的好嗨哦、喔。很嗨啊。我没听到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没电池是不是？很小声。没有没有。噔噔。你是把那个音效？你要小。对啊，不然就是你要先。按一下好嗨啊、喔！他如果是唱，他这个开头很像那个什么shake your off 啊。欸、如果他收起来还会继续播哎、欸、吗？嗯、他收起来再继续播。shake off。哎，所以他可以收起来继续播，所以开一样都可以继续回复吗？这很猛。不知道。我先关掉好，不知道有没有版权。音量在哪里？你没有？你哎，你平常砍东西会有声音吗？有啊。那你按一下左键。我按左键啊。选项、游戏玩法、音效、音乐。玩法、音效、音乐。26266啊！订阅是四个月。你们有来我这里过吗？阿信，你有跟录音带合成吗？还没。没有，站在这里。你们要先合成，你要先把卡带放进去。好，我看到你们怎么都在上面听，我就下来了。我需要踩这个。可是我放两个卡带，它不给我合成呢、啊。不是那个录影带，它有一个不是录影带，在包包旁边。白痴，我看到了。在它的卡式录音机旁边。看到了。那个另外那个是录影带。阿静，你这拿过了吗？嗯。这有照片啊。那个、照片要、啊、拿一下。海龟要上岸喽。拿一下。对啊，一些回忆记录吧。嗯，什么87卡带跟录影带长那么像？哇，是长得像。拜托，现在想讲3.5磁碟片，一堆人说那是存档键。哈哈，真的，存档键？存档的、啊，存档是3.5磁的磁片啊。对啊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他们没看过。他没看过啊。哦，好，去。那棵树那边吧，3.5磁片大家都没看过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磁碟机啦。我还看过更大张的，有还有磁碟机啊，软式磁碟，软式磁碟啊。感谢哈哈13个月，感谢哈哈，都不来这边订阅没有了，不来，不要就订起来，不要，他才不敢呢。应该不敢吧？他才不敢呢！他为什么不敢？我就赌他不敢，我就不信他会巡场。他就说：“哼，我就不敢给你看，想吊我。”他就是不敢。欸、小雨，这个好像比较像、欸。要过来，好像比较像，好像是要从海岸边看过来。这边是黑杰克的家。黑杰克，这边有好多好多东西哦，有布。哎、欸，他播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要不要把它关掉啊？就关了。我从船上听到这边来，是不是这个？这里吧，这里对，是要炸开，是要炸开。你好像有，这样就中间，对，就是这边啊，这边。感谢哈哈订阅，有点像照明弹诶。你看，它过去了，它是炸弹。你要什么？它就写炸弹呢。你要乐视吗？我身上没有炸弹。我有一个来了。对啊！记得推的时候看一下后面是悬崖哦，不要这次推掉。哦，九桃。哇哦！什么？绳子。我突然有点耳鸣哎。老枪吗？没有。有一个枪图案，老枪，有个枪管呐。老枪零件，所以要合哦。零件。嗯，有枪管。我怎么没看到吗？哦，有，它在绳子中间有一个那个零件管，所以难怪是8个老地方。哦，我的妈呀！哇，老枪零件8个地方，我好像没拿到哎，你没拿到吗？你要看背包，你看一下，它在包包的哪边？它在包包的左边，
错。我现在也找不到那个老乡零件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东西太多是不是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对啊，你们是应该都已经捡到了啦。啊，嗯，没有。在哪里？捡到，可是我现在从包包里看不到。所以应该拿那个是那个类似枪管、啊、枪托啊，枪托。对对对，枪托。左侧，在左侧，左侧在手电筒右边一点点。对对对，很像香肠那个。所以这是、哦、这个是八之二，所以我们这样拿两。像香肠我没看。这个是八之右边那个铁斧的左上角。没有，就是木头的那个枪托。有一根木头的棒棒。嗯。长得很不显眼的咖啡色。哦Oh. 超不显眼哈，看超不显眼，捡起来是直的，怎么放进去变弯的了？对、啊，因为它枪管，然后它显示的就是那把枪啊。金盏花可以捡的，是这个能做什么？可以做那个做生命药剂。哦，恢复药剂耶。对，还不错。捡一捡，捡一捡。他家的金币没有野人呢？哪里？你那边啊？你走太远了吧？你那么远。看到他去啊？他跑掉了。然后看一下哦，我们往左边走，可以应该可以看到船锚，一个很大很大的船锚。找一下，有，那个、就是我看到了，那个就是找到潜水域的路。我看到船锚就在我站在我的面前。那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好，然后听到野人大叫，哎、欸，季节十五个月，哇，季节十五个月，哇，我一个月，哇。哇，没有啦，你们不饿吗？还好，不会。哎，野人要走去找陨月了。我现在还有 sneaker，、啊、我去找用。他真的是用走的、欸，哎。我也想要。对啊，他用走的、啊欸。他真的是用走的，没错啊。哎、欸，用跑，用跑了。哎、欸，跑过去找你们了。哎、欸，郭子，郭子、欸，打我！哎、欸，出吐了。看郭子，你打我。我拿了，锅子要拿，砍到没力气了，你还有力气哦、喔，我没力气了哎、欸，我被兔兔救了，他干嘛把那个插在自己背上啊？那是手电筒。雨月，你去哪了？啊，我在找兔兔。哎、欸，胶带、欸，有胶带，帐篷也可以、欸。这里有那个电路板。我记得听说这边会有木叉，好喘，好喘。等一下，去哪？对，船锚这边目前好像也没看到。好饿，没东西。我们要跟着船锚的方向走。船锚是指示，哎、欸，看一下哦。对，从这边。船锚是指示。羽毛。跟我来，跟我来。我记得说从船锚，然后就会有一个见了大石头。对。哇，那有够复杂的。哦，有一个石头平原，有看到了。是它，这边有很多很多的石头，然后会有一个洞，找到了，在我这边。哎、欸，野人去找你们了，他从后面追过去了。野人啊，找哪里啊？看来我要拔出我的刀了。哪里？我要拔刀了，拔刀了。哎、欸，有路哎、欸，路哎，路哎、欸，路哎、欸，路哎、欸，有路哎、欸，路哎。砍爆你们，砍爆！好可怜哦，抛错了，抛错了。哎、欸，又一只，后面，最后一次，哼哼哼，跑快！路，后面又一只，哎，两只啊，跑！哇，砍到，好可怜，僵直了，啊，被我给搅哎，啊，可以了，哎，砍到我了，哎，有路哎。最后一只，我跑不动了，感觉小雨都追不到。哦，看到了，旁边有一个奔跑的野人，很会哦。哎，繁星砍到了啊！对不起，繁星，我砍到你。没关系，我们后天见。我在砍路，干嘛？你是过来砍路？后天来烧死？干嘛啦？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。后天就惨了，我的路不见了啦！你的路不见了，我要拿鹿皮。我在砍路，突然有野人冲过来哦。鹿皮在哪里啊？很不明显，它很小张。在那个蜥蜴皮附近，那个临时下面那一块，临时附近，我要烤吃的了，我要饿死。你看，还有一只，烤。哎，我不是应该有两个鹿皮吗？对啊，我刚刚砍的怎么没有啊？奇怪，它不共通哦。
他不共通哦，哦，他抢哦，小雨你吓到我了，抢哦，原来不共通啊，我以为是共，还有还有后面还有两只，我以为大家都可以扒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好的啊，對你知道那我的应该也被抢走了，可恶，难怪我觉得为什么会都没有，哎、欸、这里还有个营地耶，所以以后看到路不能说有路，啊、有一个营地，好。